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试唱的歌曲是《花轿里的人》，四二拍、四四拍升 C 调，前奏用低八度，从这个小节开始唱。啦啦啦，咪瑞哆西，啦咪咪啦啦哆瑞咪。瑞咪瑞哆西拉西嗦拉，哆哆哆哆拉瑞咪瑞瑞西西嗦拉拉，拉瑞瑞拉哆哆瑞咪拉嗦咪，瑞瑞瑞咪嗦嗦，咪咪咪瑞哆。西西西西瑞咪咪咪咪哆啦，哆哆哆哆啦咪瑞瑞西西嗦啦啦，瑞瑞瑞啦哆哆瑞咪啦嗦咪，瑞瑞咪嗦嗦咪瑞咪瑞哆。西西西瑞咪咪咪哆啦啦，啦咪瑞，啦瑞哆，啦咪瑞，嗦啦，啦啦啦咪咪瑞咪西啦嗦啦西啦。西啦啦啦嗦咪，咪啦瑞瑞哆，西啦啦瑞咪哆，西西西西瑞瑞咪咪咪西啦啦。现在我们唱一遍歌词。殷勤的队伍绕过了那道梁，唢呐声声吹得满沟乡，花轿里的人儿抬头往外望，你站在咱俩相识的那地方。殷勤的队伍翻过了一道道梁，锣鼓声声敲在我心上，梁上的你呀、可曾想，花轿里的人儿同断了肠。你还站在那道梁上，垒砖石头